别看了，快点奔，罗姐，快点！调查过了吗？哎，让顾家人辨认过尸体了。那边担架上盖着布的呢，是顾凯军，另外一个是丫鬟，但是疯老太太没有找到。那齐青梅呢？也还没有找到。昨晚凶手来刺杀李掌柜呢，被我撞到，只可惜的，他跳窗逃了，但是他遗落了凶器。是啊，果然是骨头磨出去。没错。难怪我们找不到杀顾千熙和吴本物的凶器，原来是根骨头，丢到骨头汤里面马上就可以销毁，凶手应该是吴妈。一直以来呢，都是他男扮女装危害顾家。那他和齐青梅的关系你搞清楚了吗？基本上查清楚了。二宝查到齐青梅有一个哥哥，自小就丧母，亲生父亲后来又娶了二房，后来父亲对他们两兄妹根本是不闻不问的，这两兄妹相依为命，一起长大的。那他哥哥的名字叫什么？齐青虎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这个男扮女装的吴妈就是齐青梅的哥哥齐青虎。他们兄妹两个害了这么多的人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谋财害命。害命害到这个程度是不可能谋财的，你想把自己暴露无遗，这样财产怎么可能落在齐青梅这个少奶奶身上呢？实在太出人意料了。如果是这样，唯一的解释就是……嗯，在想什么？齐青梅和吴妈都是别人的棋子。你的意思是幕后还有黑手？对，我同意。徐老板，这好像跟咱们上次说的不是一个数码。为了你闯的祸，我花了不少钱，扣除是应该的。顾家现在全都是你的了，你还这么苛刻我们兄妹俩，未免太黑了吧？我黑？我要黑的话，你一分钱都拿不到。我问你，法补房是你炸的吗？我就是觉得刘凡熙太碍事儿了。我看是你多事儿。为了给你擦屁股，我花了多少钱，你知道吧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幸好没有出人命，要是出了人命，老子跟你们一起完蛋，你懂不懂？徐老板，我们这都是在给谁卖命啊？你现在得了好处，我和我妹妹身上背了四条人命啊！哎，等等，四条人命不是吗？小阿弟啊，你这账是怎么算的呀？顾家小姐。他男人，哎，停停停，那男人不关我事儿，我没让你杀。我不动他地契能拿得到吗？这不管我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只让你杀顾连恒一家四口。是四个人啊。那顾连恒的疯老婆呢？一个疯老婆子能碍着你什么事儿啊？生意归生意，我没见到失手扣钱那是客气的，你懂吗？哈，照你的意思，我们兄妹俩还得给你磕头谢恩了。那倒不用。哎呀，小阿弟，我给你机会让你还债，让你有钱回苏州乡下买房子买地，好好的过后半生，我算对得起你们了。我们就谢谢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还是青梅懂道理吧。青梅啊，想不想留在我身边？我知道你在顾家受了不少苦，我想好好的补偿补偿你啊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可是我们两个要留在这儿的话，你的心能放得下来吗？
我看我们还是走得远远的，隐姓埋名，没人找得到就行了。那好，二位请便吧。经历在脑子里重放一遍吧。你想到什么了？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初介入这起案子的时候，你差点被人强暴？对，那是龙彪和他的兄弟帮我解的围。那么你记不记得龙彪帮着查到了什么？查到平晓武士商会的人。你的意思是整个案件的幕后指使人是许少林？没错，只有这样解释，齐家兄妹只是棋子的说法才能够成立啊。说，到底谁把那封太太放出来的？我觉得一定是齐青梅，锁封太太的钥匙一直在她的手里。嫁祸给你哥的也是她。我一见到她，就觉得她就是那个给我戒指的人。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们跑掉。放心吧，我已经通知二宝在火车站和码头加派了人手，除非他们会飞。你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？这两个人一定是被人收买了。既然被人收买做事情，事成之后一定会收钱的。没猜错的话，汇丰银行。不关他的事。
你放他一条生路，我给他生路，你们会给我生路吗？只要你放了他，什么都好商量。你，后退！你听我说，给我后退！你不要乱来，不要！ 杀害他！哥，你为什么要杀顾家的人？他们该死！你们知道他们怎么伤害我妹妹的吗？你妹妹在顾家的经历，我们都知道，是值得同情。但这不能成为你杀人的理由。这么多人因为你而亡死，就算你能逃脱得了，你这辈子还能够安然度过吗？ 事到如今，你就不要一错再错了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干的。不，是我，我哥是因为我才杀人的，我愿意认罪。你闭嘴，青梅。真是我杀的，我求你们了，相信我，这一切都是我干的，放了我妹妹。哥，青梅，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。 答应哥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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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点，别逃了！这边。哎呦！怎么回事啊？会不会干活啊？眼睛长头顶上还是怎么着？摔坏了赔得起吗？你们？对不起，老大，以后一定不会再犯了。都别看，全部给我撬开，把箱子都给我撬开。 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刚才是谁摔的？给老子站出来！龙哥，快走，给这位兄弟赏两块大洋。啊！你小子，你这一摔把老子辛苦找了好几天的古董。 给我摔出来了！谢谢龙哥，谢谢。给我仔细查查，这运货是谁发出去的？嗯，明白。跟我走。啊。
什么？我知道了。方哥，是我。不是刚破了大案吗？怎么还不高兴啊？啊！你看报纸了吗？当然看了，我就是特地过来问你啊。看了这份报纸之后有什么感想？这一切都跟我们推理的一样，都是许少林安排的。我还一直在想，这个齐青梅和他的哥哥，如果是想要钱，那就把顾老爷给杀了，把家产独吞了，这不就大功告成了吗？哎，这就是被逼无奈和天生邪恶的区别喽。我记得齐青梅有一次无意中说过的，她说自己只不过是妇人之间的礼物罢了。这么说，齐青梅根本就是许少林送给顾连恒的礼物了。连顾连恒都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中了许少林的圈套。他这招实在是太狠了，把全家都给灭了。哎，剩下的三间古董店就让商会的会长以租借的方式接盘经营。这真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法律允许他们这么做吗？具体我不清楚，但是法租界的确有这样一条法律条款：任何商业遗产如果遇到后继无人的时候，总商会就可以以租界的形式继续的经营它，直至遗产归属落实为止。哎，那要一直都落实不了呢？那就一直经营下去喽。哦。龙彪刚才来了电话，说顾家的这批货他已经截下来了，是一家名叫顺通的商行发的货。那就没错了，顺通商行的老板就是许少林的人，这样我们的推理就成立了。这个杀人越货的老贼。六哥还的，就你这几间破房子，一亩三分地，差远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跟你说了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哥，哼，还真是个不要命，还有点姿色。Thank you.
们兄妹两个帮我完成这件事情以后，哥哥欠的赌债我来还。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你们不但可以还清赌债，还可以吃喝不愁，达到足够过下半辈子的钱。哥求你了，咱先别按了行吗？青梅，我求你了。青梅，青梅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说到现在，我还是不太明白，为什么这对兄妹要给别人当礼物做棋子呢？其实这段时间和齐青梅相处，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，对下人都挺好的。背后的事情嘛，等审问过齐青梅就清楚了。那究竟审了没有？当然没审喽，范德威都不让我沾手这件事，他说他要亲自审问。会不会又像上回一样？被灭口啊！哎，他们两个怎么像听了发令枪一样？真有默契。哎，人呢？喂，民警，你过来，这儿的犯人呢？早上自杀死了。死了？自杀？他怎么自杀的？尸体呢？他是服毒自杀的，尸体处理掉。什么叫处理掉？为什么那么快？总不能烂在这里吧？那他毒从哪儿来的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想死的人什么办法都有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呀，死无对证。这招真是太高明了，许少林和范德威，他们实在是作恶多端，我去找他们。不不不，珊珊，珊珊，现在去找他们两个，只会打草惊蛇。你放心，只要是他们两个做的，我就有信心将他们绳之以法。相信我。一个美人就这样被几个男人给毁了，齐青梅真的挺可怜的。愿上帝保佑她吧。啊，如果你那个上帝真灵的话，说实话，我倒是希望没有抓住齐青梅呢。可是他们触犯了法律，要不是他们兄妹俩，你的哥哥也不会蹲班房。石小兰，
来来，喂，石小兰，你看我把谁带来了？啊，小兰，哥，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伤着吧？哥没事。谢谢刘大哥，谢谢珊珊姐，谢谢你们救了我哥。刘探长，罗振堂，我是大海，上跪过天地，下跪过父母。今天你们救了我，我无以回报，受我一拜。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石大哥，快起来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？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嗯，好。那这个一定要收下。啊，这个我不能收。嫌我卖艺赚的钱不干净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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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罗珊珊肯定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罗珊珊呢，她侠骨柔情，胆识过人，我就更是没话讲了。我忠肝义胆，乐于助人呢、啊。加上这个侦探社，我又是股东，所以你给我们这个酬金呢，我们是不会收的。没事没事，收起来啊。珊珊姐，那我以后还能到你这儿来玩吗？你这傻丫头，只要你愿意，我这里随时都欢迎你来。那珊珊姐，我以后就跟着你干呗。小兰，你还很年轻，还可以接触很多美好的事物。当侦探的，每天要和罪犯，要和邪恶打交道。我不希望你跟着我。一点不错，小兰，罗珊珊说得很对啊，侦探可不好当啊，不骗你的。况且我们这私家侦探社呢，又是小本生意，勉强收支平衡啊，怎么有钱请你呢？哎，对了，收支平衡了啊。喂，我的粉红呢？谁欠你钱了？哎，你是股东，那我们就应该风险共担嘛。哎，你说的啊，风险共担。二位恩人，二位恩人，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和我妹妹的地方，你们尽管开口，我们一定帮忙。你和小兰那么有本事，再加上燕梅的绝活，我相信我一定会有需要用到你们的地方。那好，就一言为定。嗯。一言为定。喂，哪位啊？范哥，是我呀。嗯，哎，你拿着电话到窗口来。嗯，快点，别磨蹭啊。哎，范哥，快点快点，你好好的看看。哎，看对面儿。啊，范哥，看见没？你监视我？什么监视啊？瞧你说的啊。快点过来吧，温莎公寓401房，我等你。哎，长官，请问找谁啊？401，哦，电梯在那边。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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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看看看啊，好好的看看啊。哎呀，你怎么把这房地产生意做到我发布房对面了？嗯，特意买来送给你的。这不这就不能要，不能要。哎呀，范哥，前段时间收下了顾家的古董行。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啊！罗珊珊一直介入捣乱，
最后还是你替我擦屁股，弄得一干二净。这个就算一个小小的分红。不，这不能。哎，范哥，哎，我知道，你说你这人吧，也没有什么爱好，不赌不嫖不抽不喝的啊，就喜欢一点白花花的银子，而且还不敢存到银行里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还知道，办公室就在对面。这个房子时刻在你的眼皮底下，哎，当个小金库多安全呢！啊，啊，来来来来，来里边看看，里边看看，里边看看。范哥，怎么样啊？啊？哦哦，对，等等等等。你的名字、地契全部办妥了。你就安安稳稳把它收着吧，啊！这怎么好意思嘛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？怎么样啊？啊？好。哎呀，这样的公寓你都能寻得到啊？行，你脑子活络啊，生意做得又广，你当商务会长那是名副其实的。那当然了，不是我自夸。哎呦，赚钱做生意，你呀、啊、还真的不如我。是是是，哎，说好了啊，以后凡是你的生意啊，我都要占股份，而且我还要增加投资比例。好啊，没问题呀、啊。哎，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的生意，哎，新领域火得不得了，我已经决定了要以最快的速度投入进去。什么生意啊？拍电影。谢谢谢谢，嗯，你们两个饭桶，两个人都追不上一个要饭的啊！如果今天不是这位英雄出手，我的损失你们两个都赔得起吗？兄弟，这点小意思你拿着。不不不，这是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啊，兄弟啊，你这一身武功，来跟我做事吧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多谢老板。到我公司来找我啊！嗯，还不快走，走。斌哥，你今天头一天开工，有些规矩啊，你要知道。以后跟着我去任何地方，见了什么人可不许乱说，另外要注意保密，知道吧？知道了，徐部长。还有啊，哎，见了明星可不许一惊一乍的，
你现在可不是普通的黄包车夫了，你的一举一动代表的是商会的形象，你知道吗？我明白，徐科长。嗯，丹丽啊，今天的试镜效果非常的好，我们主创人员都很满意，尤其是编剧对你是赞不绝口啊。是导演启发得当，让我获得了自信。哎，哪里，你的演技啊是有目共睹的啊。这样，我们下午呢跟老板再开个会，把意见汇拢一下，晚上你等我电话，不出意外的话咱们就要再度合作了。好，谢谢导演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晚上等我电话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今天试戏不错，大家反应也很好。阿炳啊，看人来了还不下去开车门？啊，我跟许会长打招呼。许会长啊，李老板，也让您久等了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来，我刚来。今天小婉试戏啊，非常棒。哎，在场的工作人员被他的表演感动得是热泪盈眶。哦，李老板，你真是太夸奖我了。哎呀，这小婉呐，就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。小婉呐，你说你试戏都这么拼，你还怕有人跟你抢角色呀？哎，这个角色呀，像是给小婉量身定做的。对对对，谁要抢啊，那就是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李老板，你都把我夸到天上去了，你教我怎么下地啊？哎。你不用担心啊，有我接着你哦。哎，徐科长，小婉，再见啊。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好，开车。新过来的呀？哦，我新雇了个司机，哎呀，身手不凡哦。郑小姐好。嗯，你好。为什么要戴个面具啊？哦，我的脸在打仗的时候受过伤。你打过仗？嗯。小婉，有我在，你说你今天试镜干嘛还这么拼呢？啊？我是个新人，再说是第一次是女主角，我当然得用点心了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和李老板都已经打过招呼了，试镜就是走走过场而已。你都不知道，今天跟我竞争的对手可是陈丹丽。哦，陈丹丽，我最近看过她的戏，她蛮红哦。哼，红，比我红对吧？那你去找她吧。哎呦，宝贝儿宝贝儿，我敢保证，以后你比她更红，啊。行了，别说好听的话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明星出场就是不一样，随便怎么演，大家都会觉得他就是好。那我得拿出我自己的真本事啊！嗯，我今天试镜的时候是自己哭的。哦，真的，到现在眼睛还是红的吧？你给我看看。啊，我看还真是红了。哎呦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。我还以为啊，你没睡好觉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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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保证以后啊，你比他红得多得多啊。你就会说好听的。哎呦，装什么呀你？比他红。好了。你知不知道许少林在帮什么人做事？难道是日本人？没错。所以顾家古董店现在已经全部转给许少林来经营，真正来交易的全都是日本人。那我们的古董也会落在日本人的手里？嗯，听说顾连恒曾经拒绝过跟日本人做生意，所以日本人呢就怀恨在心，授意许少林来对付顾家人，而许少林呢就借骑士兄妹这颗棋子来灭掉顾家。没有想到顾家的这个灭门惨案的背后隐藏着这么一只阴险的黑手。没错，我知道和许少林联络的呢是一家日满蒙同盟会社，
这家同盟会社实为日本军方设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呢。我有预感，我们很快就要和日本人直接交手了。嗯，那是早晚的事，所以我们要加倍小心呢。对付日本人，我比你更有心得。嗯。一杯时光，分成两杯的微凉，荒草声淹没了天与地，旗帜飞扬成风，款款带走月光，默念着岁月变晴朗。被一把利刃深深镌刻住过往，放歌声纵横笑颜千里，回忆连你的伤安静烙在胸膛，这次手绝不会放。回忆